好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乌龙因地物，又到了我们的游戏时间啦。我们今天玩的是《现代战争2022多人线上对战模式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开始练枪。那前一阵子已经把这个狙击步枪都等级都练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会进入别的枪支。那因为我之前这个战争通行证拿到这一把，有没有？给大家看一下 ，KB BROAD SID 这一把散弹枪。那我们来玩玩看这一把好了，好吧？那现在就让它配对跑一下。那这一把是这一次第二季里面新增的散弹枪。就看看好不好用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配对了。好，我们要开始玩了。好了，怕大家没看到那个画面哈。看看没问题，没问题就开战啊。这个散弹枪有好一段时间没练，应该是蛮生疏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打嘛，打看看就对了啊。现在什么配件都没有，就是空枪状态。哎呦！这个散弹是以近战为主的，所以事实上不好对付。不知怎么散弹枪做的很像那个半步枪。打到了第一个，好吧。冲进来了，这把没有连发了，所以是一发一发射的。对方的反应都是很快的，不好打。现在大家都进化到很强了，要打得好真是不容易啊。
这样我在想说这个好像有没有露脸都没差的，露脸跟没露脸的那个观看率都不高。刚刚那个老兄要把我虐死，就对了，慢慢打我啊，过瘾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散弹枪的距离就真的短很多。没有像狙击枪可以这样远距离偷袭，现在是要想办法贴近敌人。对，这个久没玩散弹哦，不太会玩。之前玩先锋的时候很喜欢玩散弹，现在就是每个游戏的属性有点不太一样。死憋嘞！有机会开枪。打到了，感觉奇怪。好不容易拿到弹药，马上阵亡，真是的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会死？哎呀，为什么这莫名其妙？没死啊！哦，因为我有那个啊、哦，我自行付我的工具，自己都忘记用这个，一弹药了。被敌人吓死，对啊，被网友吓到，突然冲出来了。队友扶起，好啦，这个散弹枪看起来还不错用啦，大概至少有中间水准，因为我们的成绩大概就在中间左右。那这一次的新散弹看起来还不错，因为在空枪状态下，还可以，还算顺。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配件的情况下，这样表现算不错了，说实在。好啦，那就看我们刚才用的是这一把散弹了啊。那现在空枪状态下，先解了一个雷射啊，至少多个雷射对。那雷射就看大家的需求了啊。通常这个散弹是没什么在瞄的啦，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要求这个腰射的准确度啊。先以这个为主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了。那很久没有玩散弹枪，这个也还不算太差哈。另外一把手枪没怎么发挥到哈。好，那今天就玩到这了，谢谢各位了，下播了，拜拜。